下个节目是父子对问。Next performance is father son dialogue. 表演的人是安平仲和宋。大家好，我是王鹏，我是王兆鹏，我是爸爸，我是儿子。老爸，你回来了。哦，你怎么这么晚还没有睡觉？再睡一点还不是我的睡觉时间。你到哪儿去了呢？我得工作很晚。不对啊，我给你的办公室打电话，你不在啊，到底去哪了？我工作以后跟我的同事吃饭去了。你又撒谎了，我给你的同事工作打电话，他不知道你在哪，你到底去哪了？文中没有和我们去吃饭。可是文中说今天晚上没有人工作很晚，所以不可能你和同事能在一起吃饭。我和我的朋友吃饭。哪一个朋友？你不知道李小姐？不，你不知道李先生？小姐，先生。你在和谁约会吗？不，只是一个朋友，不是约会。那么你为什么穿得这么帅？我同事穿得很帅。你又撒谎了。他长得怎么样？老不老？他人很好，又聪明又漂亮，但我们不是约会。错了。根本就是约会吗？不是约会，我不想说了。现在你才十岁，现在已经很晚了，赶快睡觉去。好吧，对不起了，进来。